进行水管更新工程，你的真相就待在内底。
人讲这钱，跟嘛是有关系。那不过这钱，那会追讲流传，这件事要超过伊设计。想要知影你妈妈死，跟这事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要你话要直接讲。你若想要知影答案，一点钟以后就来观赏温泉会馆，去你瓦房。喂，喂。你死遐侪年啊，想到到即马，这个人才超过伊甲我讲遮，敢讲妈死的原因真正无单纯。迄个人到底是啥？敢是妈的朋友？不管怎，我拢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
姐姐，李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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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李多谢你，姐姐，你那看起来又头壳面，是咧烦恼啥？我搁有烦恼啥？啊，唔对钱，到今嘛工作室的设备拢也未买，我算来算去。就算讲拢买二手的，嘛是一笔费用。底下钱赚的钱拢还袂清，我真正唔知道要去倒位生钱啊！你是咧烦恼钱生袂出来哦？啊，你要生的是人啊，不是钱啊？你哪晓生钱？但不是安尼讲话安尼，都是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变作一只金鸡母。我今仔真正希望，我会当变作一只金鸡母，会当生金卵出来换钱。那边哪会用的？你是美女呢，美女比家母赢几多倍，家母敢家己在遐生半死呢？啊，美女哦，只要目头小夹一下，就有人给你倒装钱啊！有人脉就有钱脉啊！虽然讲我今麦人脉不是讲介济，但不过我有一个到小天的兄弟啊。来，就他坐。是瑞丰借我的啦，这是欠的娶某本，我先甲借来用啊。伊甲我讲，若是到时害伊娶某某，我就要负责呢。我想想的，我就讲好啊，我负责啊。有滴到时我若安尼讲，一定着惊着，走跟他飞。这全部都拢是我的啊！俊耀，你要无用研究所的功课，搁还替我处理这么多的代志，即马连设备拢准备好啊，真正辛苦你啊！佳佳，你只要好好发挥你的设计专才，各家的代志拢交给我，你无需要分心，也是烦恼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成功，你也会变作鞋子界的天后。你这次考来？喂，瑞丰，好，我知影，我先讲过吼，是瑞丰啦，伊讲有重要代志要找我，我先过吼。嗯。你先去啊！对啊，迄人佫讲，这个人是袂用曝光。哎，唔知到底想要创啥？瑞丰，我感觉迄个人怪怪的，唔知影敢会做出甚物款的代志？我伫想，咱是报警处理较妥当啦。袂用啦。伊一件事，即个代志袂用曝光，啊，万一报警，肯定要打上惊吓。我是了解我妈死，我先才去讲啦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家己较注意，我已经伫楼里啊，咱随时保持联络。哦，我知影。
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李静华，我已经把地点用邮件传给你了，你马上就过来。你若无，我点钟以后，当年杜雷公伊妈妈死，真正人看袂掉。饭店就伫头前啊，瑞丰哪会拄到这么奇怪的代志？希望伊莫有啥物意外。这件代志已经经过这么久，哪有可能搁去用压压出来？到底还搁有啥物人知影真相？伊到底是要从啥？不管安那，我袂用予任何人破坏我即卖生活。师傅，哎，君耀，安怎？你看到迄个人个病？我伫去迄房间时阵哦，规房间有够乱啊！可能发生过什么冲突？我问过柜台，我们柜台讲违有客人隐私，什么拢唔肯讲。哪会安尼啦？代志哪会变到这么复杂？我看你妈的死应该无遐尼单纯。我想啊，我来想办法，去调通联记录，查出卡电话甲传简讯迄个人身份，看伊到底想要安怎，有啥物目的？想怎有秘密，煞别直接讲。嗯，这是应该的。老师，我到三江的所在。一定要跟我讲。耶！哇！哈哈哈！回去要乖乖读书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你读到歹看啦，爱加上我较好看来。好啦好啦。耶！你是去耍袂啦？跟我缘投哦，紧到三江啦。受不了。嘿啦，聊不少啦，嘿啦，你先自己讲很好啦。啊，医生，你来了，看，眼里有个什么？不是。安安，你下次还要来哦。我们就不会忘记了。怎么啦？舍不得啊？可是你刚刚不是已经跟恩恩盖过章了，说好明年要一起回来的吗？可是还要等好久好久。哦，真的哎。那不然这样好不好？小婷姐姐答应你啊，如果你功课有进步好多好多，而且联络簿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笑脸，那我就带你去游乐园玩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我要打电话给你，给你看联络簿。电话号码。所以啊，你要记得哦，如果你联络簿上面有满满的笑容，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了。打勾勾，不可以忘记哦。打勾勾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要用功读书哦。算了，我够忝的啦。你还有啥来？我拢被骗。好，你自拍啦。哎呦，你今日拍卡像，是不是感冒啊？我无感冒啦。一定是那蕊水灵去刮掉。我先带你来给医生看，再带你来等。我不爱打针，我不爱打针。你若不爱打针，真正感冒啊，妈妈一定会问哦。到时若是知影你那蕊水灵。以后一定无你参加夏令营。你若跟妈妈讲我的秘密，我就跟妈妈讲你的秘密。恩恩，
姐姐有什么秘密啊？阿迪了，那物，那我先问秘密，君子坦荡荡。小婷，你等下有代志无哈？我听讲姐姐的工作室用到差不多啊，咱做伙来看伊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恁先刷备一个礼物来去送伊，祝福伊会当美梦成真。嗯。我嘛要去。你去要创啥？你跟姐姐做熟个？阿辉伫我下晡无啥物代志，莫你甲姐姐的工作室输啊一挂壮丁来斗啥个？嗯。诶，嘛对呢。一样细讲，你马上回来，人多好办事。好啊，一定要的啦，一定要的啦！你两个刚才用自拍啊，你看来办事嘞。相公哎，我是壮丁，我是武士哎，我要破你壳，破你壳，你也是武士，高级，高级。喂，嗯，我小婷。什么？我妈受伤啊！好好，我去看哈。小婷，你妈是安怎？你嘛知我妈迄个个性啊，规工才尼拼命咧工课，即马受伤啊，佫唔肯休困。即马便当店的员工打电话来，叫伊靠劝伊，互伊休困一工啊，所以我要赶过啊。小婷，我有骑车，我载你去较紧。好啊，无遮麻烦你。子晴，小婷妈那边若是需要斗相共，爱去讲通知哦。给。欸、我一天没做，我减赚偌济钱嘞！妈，好啦好啦，别吵啦，迄碗洗洗哦，我要准备暗时的物件。好啊，妈，你别做啦，妈。这够我了，好啊，你赶紧看医生。对啦对啦。哦，伊是我大学社团的同学。啊，阿姆你好，我叫谢子琪。你好。啊！恁两个在交往信？妈，你莫白讲啦，我两个只是普通朋友尔。你安尼讲，真正是讲足奇怪，嘛害我足歹势呢。阿姆，手受伤啊，爱赶紧看医生，莫搁拖啦。这交给我就好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就是啊，妈，行啦，咱今日坐公车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班也无坐着哦，咱也有一班，搁等三十分钟呢。哎，子晴，麻烦你。我问题啊！我呢应该算是英雄救美，江小婷一点就感动哎。我哩嘞嘞，这么坐我一人是要坐到当时啊？喂，姨啊，进来，进来做陈述。对啊，我报无到，下晡无代志啊。医生，我会记得你下晡无看到我，我想要带出去行行。你即摆来到，我去接你。你连我的课表拢记起来哦，真正是有够厉害呢。当然啊，我连六法全书拢背起来呢。你的课表小 case 啊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先背两句来听看麦，紧紧紧紧紧。学妹啊，有什么代志啊？我会走来找你，是因为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学长，你
你敢有女朋友？学长，你紧讲啊！你敢有女朋友？无啊，安怎？学妹，你学长，既然你无女朋友，那安尼我就无啥物顾虑啊。学长，请你甲我讲好不？你甲你的电话给我，我甲我的电话号码给你。学妹，唔是啦，学妹，学妹，你莫安尼，我有女朋友啦。你拄则毋是讲无，即马阁讲有，你骗我诶吼？毋是啦，我真正有女朋友啊。只是我即马有想要公开尔。我即无要相信诶，学长，我真正足介爱你诶，你敢会当了解足介一个人诶感觉？学妹，我当然了解，因为即马。我嘛真介意，真介意一个人。我只想着将来要甲伊结婚，我就感觉真幸福的。所以学妹，你也祝福我。我要结婚了，一定把贴包给你。就跟他讲的呢，敢向你告白，女生讲一种话，他一定恨死你了啦。那无直接拒绝，是免那快刀斩乱麻。我再讲，我讲的是真心话啊。那个吐大亏啦，是不是拄只想要加金，你搁会生气？哎，我真正唔知伊安尼做。我嘛想要闪啊，啊我就是袂赴。伊就是讲你无女朋友，伊毋才敢安尼做。卡苏咱当公开恋爱就好啊，就亲像俊佑甲佳佳因共款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就算讲拄着困难，嘛会当陪伫咧对方的身躯边。一定的，咱一定亲像因共款的。小，咱就是惊你妈生气，才选择来讲，敢不是？咱来登记好不好？咱即摆就来去公证结婚啊！咱两个人相爱，无需要别人来替咱证明，只要咱心内清楚，咱是真心相爱就有够啊！赵一笑，你拄则讲啥？公证结婚？啊！你即马就想要做杜太太啊？当然啦、啊，我即马咧甲你求婚诶，刚讲你要记住我，要是你要我甲你跪哦。
医生，你向我求婚，我当然讲爱赌啊。不过，我袂让你受这种委屈，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嫁给我。我要你穿上最的新娘衫，有所有人祝福，你光明正大走到我面头前，让我牵你的手。我会向全世界讲，你就是我的太太。哎，医生，我带你去个所在。哎，你是要带我去倒啊？是啊，你就知啦。是哇哩嘞，还是哇好正哦？拢唔是啦，你得会头奖无？我即卖心情啊，就是哇，我得头奖啊！遮尼水的查某囡仔，是我女朋友呢。去服装出租店的新娘衫，一秀，有可能啊。不过你放心啦，以后我一定让你穿属于你姐俩的新娘衫。哥，你做个不当不西呢，让我的人生充满惊喜。我让你惊喜还未结束呢，稍等哦，我要带你去另外一个所在，让你更大的惊喜。第一约会不是你吼，第一遍约会跟几号有啥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！哎、你敢知影？这间门牌号码是几号？医生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间的门牌号码是12号高楼1209。1209。是伫个12月9号第一遍约会，所以你专工找这间厝，就是因为这是咱第一遍约会的日子哦。嗯。想不到你搁会记诶。我当然会记啊。迄天是我第一遍提出勇气甲你约会，
咱第一遍牵手，你第一遍给我敬礼，你敢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日子呢？进前，我日子过真痛苦。为了做我人生中无够我达到我快乐的代志啊！一直到十二月九号迄天，我才知影未来有够好的一个等我。我袂够孤单，因为以后有你永远不离我身边。先讲定哦，我要跟你做伙欠钱。啊，不过既然这是咱甜蜜的小窝，我没有几个跳舞室。嗯，无问题。这是跳舞室，这有闺蜜的家，这边是客厅。这边是你的书房，你当为你的书房看到我伫咧跳舞室跳舞。哎，不会用的啦，哪要看这哦，一点分心，因为我一直看你呢。我就是要你看。这是咱的房间，边啊，佫有一间小房间是宝宝育婴房。这是咱甜蜜的厨房，你看，安尼是不是就完美？嗯，阿木杜太太，浴室嘞？浴室在倒位？无需要啦，咱若是要洗身躯，再去隔壁照就好啊。哦，你哦。啊！来来来，跟七七，谢谢嘞，我恁母看嘞，规身躯湿糊糊。谢谢。你先坐啦，你先客气啊。来。先吃一挂饼干，吃下子嘞。嗯，谢谢你噻。不用。是我来跟恁说多谢啦，多谢恁嘞。今仔日来跟我妈斗三工，啊，个迄便当店哦，洗甲有够清气的啦，袂洗阮店是新开的同款。恁真足厉害呢。这无啥啦，以后吼，若是要洗碗洗碟，都会使找阮两个啦。哟，干嘛呢？他拄啊，恁两个哦，做一挂代志，就敢若唔甘愿嘞，搁甲我规身躯安尼抹甲澹漉漉啦。好啦，你莫对因遐歹啊，迄是你叫因来的呢。啊，恁无需要替因讲话啦，阮三个讲话拢安尼啊，讲算笑的啦。医生有讲，你的空嘴袂使去擘着嘴啦，等你喝完进前哦，我拢会来遮斗相共。啊，唔免啊。今仔日哦，麻烦你，我已经到足歹势，啊，而且恁大家拢有家己的功课，还佫有社团活动爱无闲啊。我妈的代志吼，我会来给斗相共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多谢恁啊。哟，无要紧啦，妈妈拢做惯事啊啦。你后日毋是有迄戏亲爱表演，啊，你爱练习嘞，哈，啊，厝内底店的代志你免烦恼啦。真是的吗？哟，小平弟仔，你拢无甲我讲的，啊，无好把早阮叫斗相共。啊，无，阮就露世界大消息啦！是啊，小婷，那安尼我姨啊，阮两个人拢会甲你捧场哦。对，阮会拼甲你讲，哟，多谢你给我上好的证明，这一定会变作是我上快乐的回忆。迄不是回忆，是咱的未来。医生，我一定在上短时间内。一个真正的家。
我会等，不管迄一天要偌久才会到，我会一直等落去。准备好，明仔载透早去我的办公室，就安尼。我跟瑞峰是在创啥？你在创啥？是咧创啥？你遐咩无代志？这里我是咧创啥？妈，我是下课拄去拄着狗啊，啊拄只我目睭内面有眼睫毛，狗叫我迈侪，伊要替我用出来啦。是啦，妈，啊我后头摆停咧头前啊，我想讲顺路再。对啦。李秀，酒车我载你来等。无代志哦，莫介惊遮尔话啦。安怎？伊对你有意思哟？敢有？我看伊看你的眼神哦，就敢若叫你杀掉同款啦，鬼头鬼脑，查甫人种眼神哦，我看侪啊啦。哪有啦？妈，你莫有白讲。我问你，啊，你伫学校有介个查甫囡仔无？你的条件遮尔好，真侪人录嘞。你得好好见哈！我无咧注意其他的查甫囡仔啦，伫咧学校我拢嘛甲小婷啊，佮有佳佳做伙啊，无咧注意其他的人。咁安尼，你是唔通骗我？妈，你哪里讲？这是恁系主任哦，叫我提予你的啦。伊讲你拜托伊伫国外买坐啦，啊，这是要送人的哦。这边面顶阁有刻英文字，是啥物意思啊？
你是不是有喜欢的查甫囡仔？这是阮热舞社，大家合资要送我一个要毕业的社员礼物啦。干嘛呢？这不像呢。啊，送我同学，敢有需要送遐尼贵重的礼物？大家公家买的啊，伫咧国外买的较俗啊。拄好系主任要出国考察，唔只会请伊顺续扎转来。啊，这 RF 是阮同学名的缩写啦。恁社团的代志哦，我无想要听啦。以后哦，唔免用遮尼侪时间伫咧跳舞面顶，无路用啦。妈，后日阮学校喜庆，你要来无？啊，你是阮的赞助人，阮的系主任一定邀请你哦。我哪有迄个美国时间啊？你家己好好表演就好啊！你是唔通让我啰嗦呢？啊，我的宝贝查某囝生啊这么水，钓的人哦一定真多啦！你一定爱记得哈，查甫人的甜言蜜语哦无路用啦，拢是假的啦！古早人咧讲啊，门当户对，就表示讲哦，两个人的想法差不多，啊，生活的习惯嘛差不多，啊，恁两个人才有法度做伙落去。既然我嘛要求人人平等啊，那有啥物门当户对的问题啦？上重要的是，男女双方爱有感觉。感觉？感觉是要从啥？唉，若真正爱的时阵哦，是真正爱。啊，到最后，若真正无爱的时阵哦，嘛是真正无爱啦。啥物爱情？啥物若无法度维持的时阵哦，到最后嘛是拢散散去啦。啊，若婚姻哦？就无同款，婚姻无到上尾吼，虽然讲两个啥物拢无啊，啊，不过至少阁有爱情啊，就敢若一般菜同款啊，敢若剩汤无粒，你讲上精华的嘛是伫汤内底啦，啊，无粒是要哪过生活？你安怎？对不起，小妈。无啦无啦，不要紧啦。你若要伫外口偷看啊，要知影人惊人是会惊死人的呢。无啦，歹势啊，我都他拄好经过啊，看你咧跳舞，我毋才好奇，我毋是故意要吓惊你啊。是你哦，拄则无甲你认出来，电话都是你救我呢。我应该爱请你食饭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。哎，啊，你若伫咧阮学校来送外卖啊？毋是啦。我是建筑系大三转学生。转学生？原本我读北京学校，今年哦才考试转来这边学校。建筑系无好考呢，你搁爱送外卖，搁爱准备考试，真正无简单哦。科，我叫柯展宏。柯展宏，你话真少哦，神话一个哦。我今日啊任务嘛，无多请你食饭。无安尼啦，明仔载吼，阮大传系的系庆，伫个大礼堂有办一个舞会，你来参加好不？舞会啊？唔好啦，我唔捌参加过什么舞会啊。
你就把伊当作是同乐会啊，大家来吃吃喝喝、唱歌跳舞，真好耍哦。卖啦卖啦，唱歌跳舞我袂晓啦，我无亲像你，我怎有看到你舞跳做好呢？袂晓跳舞，落去舞池打别人的脚，你会晓袂？而且你嘛无一定爱亲像跳到我同款啊，你会当跳舞彩虹铃啊彩虹铃，啊若无卖当跳沙里龙吧，嘿嘿嘿嘿。好啦，明仔载爱进来参加哦。嗯。哦，拍手拍手，我进来上课。大二必修学分哦，最重要啊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好。啊，拜拜。赶紧来等啊！谢晴，你再来家送啥？哎，医生，你有看到小婷无？小婷应该搁伫咧练琴嘛，你去音乐室啊看卖啊。爱找创啥？哦，我拄只拄到恁学长哦，伊讲哦，即卖课是大二必修学分，你来伫遮翘课哦。翘课即卖嘛是大学必修学分。翘课就为着要找小婷。哎，是你鼻啥？唔对哦，我刚才有鼻到一个不寻常的味道。哦，那是我身躯顶的男人味啊！搁再讲我翘课嘛，不是专工要来找小婷，我是因为拄好拄到你，问你一个啦。对啦，啊，听讲明仔是恁四七，小婷跟舞伴。小婷是不是有舞伴？跟你啥关系啊？你哪会来关心我说我有舞伴吧？你别去撒到我，撒到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因为竞争者很多。最好是这样啦。怎么啦？小婷到底有舞伴吗？我要哪会知道啦？你这么关心，有去就好。我先来交模型报告。你甲小婷讲，明仔载有会，我会过去。明明煞着小婷，搁伫遐假，是这两个看起来搁不哩啊速配，小甲因 push 一下，应该用练哦。即个出这作业哦，实在我困难的啦，害我逐工咧熬夜到要爆肝，希望即个哦，会使让我欧趴。你稍停一下。江小婷，我为你的琴声哦，敢那听到技巧。我听袂到你想要表达的想法呢。啊，你感觉这种音乐，敢会感动你家己？啊，春公，你连你家己拢无法度感动，啊，是要安那感动别人？老师说的，你应该回去的，是这个琴。你明仔载就要上台表演啦，你一定要赶紧将你对音乐的热情给吹回来。啊，无你继续练习。加油哈！我什么拢无看到啊！听你安尼讲，就知你真正什么拢看到啊啦！
我不想你是小姐。这江小婷，敢是拄着人咧讲迄个撞墙期啊？我是应该安怎做，才会替伊把对音乐的热情找倒转来？有啊！我即马把江小婷的电话给敞开，你看咱找无，一定就着急嘞。到时阵我再嫌疑伊经过这款失而复得的感觉，一定要找到对音乐的热情。就差不多这了，我真正是天才，碎了。奇怪，他昨晚不是跟人家，是走倒去啊？谢子清，你安尼出嫁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真无迄个心情跟你开玩笑，你竟然我欺骗我啦！我真正唔知影啊！你看啦。阮这学期哦，这教授有够变态啦，出的题目拢足困难嘞。你看卖，我做了安怎？你真正有够无聊的呢！你作业若真正有问题，去找恁同学解决啦，赶紧给我去骗我啦！同学，你应该有同学爱啊，给我一寡意见啦。走啦！看一个啦。走啦你！有去找到对大提琴的感动啊！我的琴声还是你藏起来。我这嘛是用心良苦呢，想要替你吼，把音乐热情找回来啊！我的琴呢？在遐，你不是看到啊？我的琴呢？还我！不去啊！谢子清，我头拄仔真正唱伫遐，想讲要甲你讲声笑话尔，我真正无骗你啊！滚双笑，你敢安尼做好耍的吗？你敢请你安尼做出过分的呢？你听我解释啊，我真正唔超过的啦，我甲你讲双笑话尔。你，你这个人，规工就知影要好耍，要佚佗。大个大学啊，佮甲恁家的人出去摕零用钱，完全唔免烦恼三顿，唔知影甚物叫做人间疾苦，唔知影生活意义，唔知影甚物叫做梦想，你这款人我上讨厌。也肯定无去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替小婷甲金仔回来，啊，若无我真正跳到淡水河嘛洗袂清。这是我替你做的，明仔载暂时用这表演。
心情不较好。我的基金要60万，是阮妈辛辛苦苦赚钱，一点一滴个欠落来，才有才调给我买金的。假使讲我的大提琴若是无找回来，那安尼我拍无起的，毋但是一支琴，而且阁是阮妈对我的苦心，我真正感觉绝对不起的。而且我也是较惯使用我家己的琴，这做来音质一定是有差呀、啊。我真正足惊，到时阵表演，万一我若表演的无好势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拢是我家己唔好，早那早就应该情不离身啊！我乃这么无色艺啦，正面思考。我伫拢相信讲，人只要抱着强烈的信念，伊心肝内所想的代志，总有一天伊是会发生。什么意思？你刚有看过一本小说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》，内底有一句话我真喜欢。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。这就是信念。就算讲无整个宇宙给你斗三工，上无还阁我，我会给你斗三工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你的大提琴一定会当找回来。嗯，一定会当吹灯啊。1985年，丽娜。秀啊，咱是兄妹嘞，叫我叫你肉麻啊！你想要对我创啥？你想要对我创啥？嗯，就爱演的呗。喏，顶回讲好，今年你生日要送你的礼物，送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啥物啊？铅笔一支，而且明天阁我亲手刻的，再来一支，等你演完再甲我领。有一种用不完的感觉，真好吼。嗯。真贵吼，医生啊，你开的这钱我唔敢呢。哦，你讲遐尼多，拢唔是我想要听的答案啦。你无介意哦？嗯，其实哦，我较想要滴用不完的铅笔。好啊，那你行不？医生啊，唔管你送我什么礼物啦，我拢会当作宝贝。绝对袂予人抢走。哥，我明仔载戏庆有开舞的演出，你答应我代志一定要做到搞，袂当迟到哦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好啦，爷妈，你今日睡一个美容觉，明仔载叫精神，随时去跳舞。我是元气美少女。你哦。一秀。妈，啥？今麦这么暗啊？跟蝶瑞凤的房间从啥？我来甲各种的法律通识课的参考书啊，我今年有选修。妈是啦，啊我大一的时阵读过啦，已经无需要啊。医生，我替你啊。哎，这本免用我。安尼我就免阁买啊。哥，多谢，晚安。晚安。妈，哥我搁爱准备论文，咱卖诧异啦。我搁爱等去房间洗澡睡觉呢，明仔载我四庆是爱无闲规工。嘛是啦，明仔载你是四庆的主角呢。
是讲我明仔广德广告的会议，唔知有法度刷开无？我再来去联络看卖啊。那紧联络，紧联络吼。为 BBS 找人斗三工，是最后会使替小婷把大提琴找回来的方法啊！希望会当伫咧四星进前把大提琴找回来。我在内心。什么拢无？喂，喂，你刚是建筑系谢子熙同学？我是。我有捡到一支大提琴。嘉琪啊，摕三万块来，我就甲大提琴还你。哎爸，哇，啊你今日哪会这早起床？你是飙海去啊？爸，给我两万块啊。哎，啊你一透早看到我头一句话爸，第二句就要讨钱，吼，你还阁真有孝呢。要两万块怎？我要摕大提琴啦。迄大提琴要三万块，我干一万，搁差两万啊！哎，你即马总算知影我的苦心吗？哦，恁爸我自细汉就逼你五斤噶，有嘴讲啊无话，你都是唔肯哦。安怎？即马想通啊？爸，你已经摕两万块学啊，我要摕大提琴啦，啊若无我袂学啊啦。哦，我摕予你，我随摕予你吼。多谢。奇怪，不是公园第一公园，啊人呢？喂，安怎？你人到啊未？我到啊。啊，你人呢？大提琴呢？我今日报警，所以咱换一个方式。在你后边有一个大垃圾桶。你把钱放在内底以后，然后去公园外拾一个。等我确定摕到钱以后，就会把大提琴放在有红花的树啊，阶梯边仔的土啊卡。我明知你讲的是真的假的啊？我把钱给你，你大提琴万幸我是要安怎？你嘛会当卖相信我。啊！不过这支大提琴，你都唔免想要摕回去。这个贼仔是有够奸巧，我一定要让这个偷摕物件恐吓我的贼仔一个架势。好，就照你讲的安尼做。这么苦，那偷窃，搁恐吓我，你敢知影琴的主人有偌艰苦？行，倒来警察局。起工来啊！起工来！
甲嫁给我。小林，你这边表演呢？子晴还未来啊？哦，这个我来讲哦，一定是子晴吼，甲小婷的大提琴有碰见去啊，无面面对小婷，所以唔敢过来。各位同学，所有人，让我们欢迎大传系江小婷同学的表演，欢迎徐小婷。小婷比赛，又，可以跳，又。小婷准备好未？你敢那有淡薄仔紧张呢？应该无问题啊，我对小婷有信心。你把琴找回来了，这才是我的琴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今天你的表演，你一定很成功的，加油。坐下。
DURUIFENG 杜瑞峰。奇怪，瑞峰这个名，我哪会感觉倒会怪怪啊？这是要送人的哦，这笔面顶都有刻英文字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不相信一点仔线索都无。上杜瑞峰你能用这支笔早日考上检察官，为咱未来打拼，建立属于我们的甜蜜小窝。一秀，传戏真正是人才济济，卧虎藏龙。非常感谢江小婷同学带来专业级的大提琴演奏。今嘛，我就宣布舞会开始，请开舞嘉宾赵怡秀同学为咱大家开舞。查甫是甚物人？哦，是怡秀指定的舞伴。啊，因为是热舞社负责主办，所以阮无干涉伤济，啊，学生啊自由发挥啦。
队长。安怎？你是谁？哦，我是宜秀女伴啦。你一定是宜秀妈妈吼，安平。我问你，你两个是在比什么吧？妈，你误会啊啦，我两个是在练习演戏。演戏？是啊，我大传戏本来就有戏剧演出的课程啊。伊是来陪我练习演对手戏的，啊，若无那是求婚，要哪会连手指都无，空空的演哦。我了准，我想讲，真实的啦，我误会你啊。只是讲，拄只蝶会场是你甲伊秀跳舞的吼，啊，是咱蝶会场内底，你看起来较乌啊。我的想法应该是光线问题啊。对方，你跟伊秀足奇怪的，演出会错开有嘉宾，那是好代志啊，谁嘛叫伊妈爸的？你嘛知影，伊秀伊妈跟阮爸小孩才结婚的，那时阵我已经十几岁啊。可是伊小姨妈对我阁有性格啦，所以无希望我甲伊小姐受我，惊我甲伊错歹，所以我才无想我会载我来遮。你妈妈受伤济啊啦，你哪有可能甲伊小错歹？你是法律研究所的高材生诶，嘛是足侪查某囡仔是来理想的对手。是讲，就算讲你搁较有能力，其实伊小妈妈伊遐在哦，也无算啥，这我会当了解。恰恰。你哪有可能了解我的立场啦？你是好命小公主呢，厝内无所你烦恼啊。阿姆哥是多谢你听暗号啦。相公佳佳无了解，佳佳想会当了解你的痛苦。是安怎？虽然佳佳爸爸已经过身啊，阿姆哥是独生女呢，厝内面子受疼惜啊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所以家家一定会到了解你处理的混混了了。哦，就练哎，家家，咱来去跳舞。卡斯，我甲伊秀把一件公开就好啊。小等伊秀伊妈一定会过来，我是立刻会场等伊秀好了。较袂看到我，佫懵当懵塞。陈焕英哥，多谢你替我解围。免甲我说多谢啊，其实我也无做啥。虽然讲我唔知影讲吼到底犯甚物代志，啊，不过我若知影讲，你若讲一个白菜，就讲吼讲够啊侪白菜的圆滑，
咱是当吼尽量坦白人，啊无家己加忝啊。我知影啊，啊不过坦白嘛要看时机的，我这只是暂时性的说谎。嗯，好啦，啊无啥代志，我先来，拜拜。拜拜。想你鼓励我，所以今仔日唔才会当遮尼顺利。所以为着要感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敢会当让我今仔日请你食一顿暗顿？歹势。喂，王老师，林教授嘛要去哦？好，我知影。先生，小婷，是的啦。端阳教授打电话给我，讲今日所有教授要做伙食饭，我们做伙讨论后个月研讨会。是哦，那不要紧啦，查甫人工作较重要，所以你唔免烦恼我。多谢你的体谅，你嘛知影，人言可畏，我无希望你去承受。唔是你这年纪爱承受的压力。虽然我嘛最想要甲我的朋友介绍我的男朋友是啥物人，也毋过我知影你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所以我愿意等待，也会当了解。等到我毕业了后，咱就免惊人讲咱是师生恋啦。小婷。你就是这么大心。以后，咱就会当大大方方行伫个路的，手牵手踅街，永远唔免惊讲去予人看到。对啦，一天一天就来。嗯。嘿，小林医生，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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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张老师，那有没得吃？哦，我拄好经过，顺便啊，甲小婷拍一个招呼。我有代志要来走啊，恁继续讲。张老师再见，再见。你干啦？你拄只哦表现够精彩，我相信哦你真紧哦，就伫国家音乐厅开演奏会，到时阵哦我买下你又又又又又。多谢你。阿是讲哪间？恁两个来？谢子琪诶。哦，谢子琪哦，因为着要找你的大提琴，叫我挂彩啊。佮讲头有小可讲，即马去病院检查。嘿啊，迄头提琴的哦，佮欠子琪30000块的，我看子琪哦，这3块的可能爱食吐啊。唔是要讲啊，谢子琪吼，遐尼自恋，佮爱水，竟然为着要找你的大提琴，无顾家己性命危险，真正是看不出来哦。原来，伊是为着要替我把琴摕回来，唔才受伤的。各位同学，今仔日的舞会就进行到这，相信大家拢真欢喜。即马请大家休困一下，互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。进前我举荐过几位同学和美国南加大进行交换学生，拄则我接到南加大寄来通知，伫我推荐的几位同学里面，有一位同学被选中了，那就是赵怡秀同学。来，咱邀请栽培出这么优秀的怡秀妈妈，同时也是本系很多活动的赞助人上台，跟咱分享伊的心情。
多谢主任对宜秀的爱护，啊，多谢四同学对宜秀的照顾，啊，今仔日四亲的点心甲饮料都是我的。小婷讲一个好消息，我想去找伊哦。这查某囡仔，咱外头就走，也袂安去甲老师、甲系主任说多声，啊，拍招呼一下。老太太，宜秀真是阮世上之光，恁查某囡仔一定会最有成就的。那有啦，是主任吼教导有方，是杜太太最搞教囡仔，啊，每一个囡仔拢教甲最有才情，搁搞读册。唔，那是宜秀哦，搞跳舞，连伊哥哥瑞峰哦，不但是法律系优秀的高材生，伊的舞嘛跳得真好哦。拄才开舞的时阵哦，阮大家是看甲拢戆去啊呢。哥，宜秀，你走出来啦，万一我妈知影。袂啦。哥，来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第一个就想要跟你讲啊，我就欢喜的，会当去美国做南加大的交换学生，这种经验是我尔宝贵呢。那是因为你够优秀，你认真认真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你付出的比任何人搁较侪啊。这是你应该得到的，你即摆受到肯定哦，我嘛替你欢喜呢。实在足好诶，我会当暂时离开这，去体会完全无同的生活。不过宜秀啊，我会想你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忍耐。对吼，你袂当甲我做伙去，一年呢，一年是会变变呢。我看，我是卖去好啊。哎，无用啦，这么好的机会你袂当放弃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变变啦，你硬去。啊，不过安尼咱就袂当见面啦。啊，安那无，我上一台笔电啦，咱当视讯啦。我去桃园那个笔电砸了，你嘛赶快。那呢，咱是赶快大刚见面啦。安尼咱就变做网恋了呢，爱记哦。我随时会敲你，你瞧，我可不可以视讯？快点，请我变我学妹吧。学妹，那呢？学姐干嘛呀？哦，你大小通吃。这宜秀哪会走这紧？一出来就无看了。就是你找杜丽芳。
伊是我的查某囝呢，你根本就配袂起，你是超狗的哦！你利用伊的单纯，让伊爱着你，即马是安怎？要报复我，要欺负我哦！你是糟糕怪物的你！啊，妈，不是，哥不是你喜欢的，不是。你讲，你让我安怎无？讲啊，你有对你安怎无？妈，你哪会讲这种话？你跟我斗嘴啥？我就是无相信这臭小囝，你真有话有劲无？你的出身有毛歹无？你妈妈就是歹查某，你跟伊妈妈同款人，心理无正常。因为你搁接近你，无好意，你像一个不良男孩囝，你知影无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刚才讲是真心相爱。什么是真心相爱？像这种人，根本就无真心啦。是谢子琪的同学，我叫江小婷。啊、哦，你好你好，我谢子琪爸爸啦。哦，阿伯你好，请问谢子琪到底啊？啊，伊在困啊。来来来，你坐来坐。啊，这囡仔哦，今日唔知你变啥梦，透早五点就搞讨钱啦，讲要去买什么大提琴啦，结果下一个拜卡转来，还阁唔知有闹震动无？这么等你休困啊？阿伯，我敢会当去去看一下哈？弟姐，多谢你。谢子琪，哎，谢子琪。你受伤遐尼严重，江小婷，江小婷，谢子琪，你清醒啊，谢子琪，你也是啊。你伫我房间创啥？我是来给你回信的啦，为着要给我大提醒退回来，害你受伤，歹势啦。哦，一定是四家甲伊啊，两个大嘴巴。我无代志啦，我 Superman 呢。我真正是刚刚对你做袂得过，而且佫害你加开30,000块，这笔钱我一定想办法还你。只是讲，你敢袂当阁予我加淡薄时间哈？免行啊啦，拢爱怪我，家己踮咧假后啦，家己个大提琴敞开，再去予插到头底去。讲来讲去，拢怪我家己啊。我甲你个母亲写歹去啊呢？对对对，讲着这吼，我一定要 complain 一下啦。你敢知影？阮这学期这个老师哦，是开当铺的呢。每学期有一半的学生拢去给伊当掉啦。我这个作业若是交不出来，我嘛要去给当掉啊。这严重哦！无，我给你斗三工，给伊修复啦。你会晓修复？嗯，你袂记啊？我对建筑做有兴趣的啊，而
而且恁建筑系的课我嘛定在旁听啊。哎，你是冇看我无哦？我算是做研究，而且颇有心得。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别卖台啦！哎别！刚才我写个有淡薄严重呢。嘿啊，因为这是你的杰作。所以我现在等你弥补嘛。是谁的？对对对对。妈，我，你搁讲你无气度？你偷偷诱拐伊秀，你想讲安尼就会当继承我的财产，安尼会当减少奋斗30年哦？妈，你误会，我真正无气度。对，我甲伊秀做伙，我骂你是我唔对，我甲你回失嘞。啊，不过只是今日受气，无别的意思啦。别讲我真好听啦，你搁讲你无气度，你大刚假啊这么故意，摕安尼一个奖状，就要表现给我看，讲你真厉害，真巧吼。这个奖状拢是我提前出来，你上课补的，拢是我给你啊，无啥物了不起啦。是想要保护你呢，你这戆查某囡仔，你了唔知人性险恶哟！这个杜月峰根本就唔是啥物好人，伊若无气度，就应该离开这间厝。你伫咧读大学的时阵，出去外面半工半读，家己摕着学位，今摆想要伫咧这间厝，你就是孝顺遗孝了。除非你伫我面头前消失，若无你就是有气度。哥无有怪我。是我先甲伊的，是我先甲伊告白的。搁再讲，伊跟咱生活这么侪年啊，伊的人生有一半的时间是拢跟咱做伙。伊叫你十几年的嘛，是安那你无就甲伊当作是后生？你是伊的小妹呢，哪有一个做哥哥对甲你妹妹做这款袂计数的代志啊？你明明知我两个人会当做伙，我是真心相爱的。妈，这个是咱大家的。就算哥要为这间厝得到什么，是应该的。你有啥物权利叫伊搬出去啊？哥太大了，伊学费都家己付，伊半工半读，没甲你提过一仙银，伊无贪图你啥。伊是一个有骨气的人，伊带着我挖苦伊一世人。宜秀，你伤过单纯啊啦！这种人的真面目，你根本都无看到。像伊这款人，我看侪啊啦。你为着目的，会当比任何人忍耐搁较久啦。你看伊的眼神，这尔阴天，将来一定是伤害你的人啦。妈，就算你先入为主，把个性爱这尔歹，啊，不过你也是无得改变我阿姨的事实。不管你安怎讲，我阿姨，我就是阿姨，我一世人跟阿姨一个。宜秀，我生你，我就一世人爱保护你，你知影无？假使讲你硬要跟伊交往。我就给毁掉，不相信你试看卖啊！妈想过分，妈想过分啊！伊太过分啊！张静明，我爱你，照顾你的力量。
弄嘛拍卖，伊会当甲你的奖状、荣耀拢写写歹，啊，不过伊写袂着你的志气。咱的感情比遐尼简单就互伊破坏，我绝对袂改变我爱你的想法。过年来过年啊，过年来过年，你先着控制伫咱的手里啦。免免啦，啊明仔载唔是爱研讨会哦，厝头去准备也好啦，交代好啊。哥讲了对，咱厝的真无简单哦，出一个即啰医学系主优生呢。你负责读书就好啊，吼、哦！这初冬的工课吼，你著交予妈妈。哎，你是咱国家的骄傲呢。这两个少年囡仔哪会这缘投？哎呦，我这路哪敢那放工六笑死嘞！哎呦呦，哦，这是什么人好巴肚哪会这敖生？当然嘛是吴淑芬女士。对啦，就是我恁娘。是啦，真好真好真好，妈妈以后就靠你啊。虽然袂当做先生娘，但是做一个先生妈，安尼嘛真正赢了。嗯，你负责读书，你剩的拢免管，册读好好读。你哎呦妈，功课吼我看完才看就好啊啦。啊我哦嘛是咱厝内一份子啊，总是袂当大概哦拢家店内底看开哦，拢等互你去做啊，对不？够乖的啦。你嘛足乖的，这两个后生这么友好，这么乖巧听话，我这世人吼，有这两个后生，嘛算无啥物通啊怨叹的。啊对啊，咱也拢无看到吧？卖讲，讲到恁老爸，规工都在外口浪流连。七早八十早，甲我讲出门要去庙里拜拜，甲即马还袂入门，甲咱水楼破布嘞，行到遐，卡到遐，哈，唔知死去倒位去。我阿你讲伊卖转来，伊来转来，恁做嘛找算数？妈，来看下啦。等，站到凤山头要从啥？要去凤山公园哪样失踪去哦？我好怕伤闲嘞，我咧插插咪死倒去，看你啦，即马才晚嘞，啊，咱咧吼烧饼啦，葱油饼啦。拢还袂卖完呐，恁母啊吼，准备来去店口邀客。哈？邀客？Thank you.
烧饼，一百烧饼，一百烧饼，一百烧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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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阮家卖烧饼，真好食。阮因下工来拢会好命，唔先食看卖咧。阮专用手工，顶环阁有三芝麻，这款的物件，啥人甲阮拼的？唔先来食，唔先来食，绝对足好食，绝对足好食。呼！手指什么人判见？若是恁判见，万一是恁某送予恁的嫁妆衣。哎哥，你看，妈奶真了够水啦。这讲是啥意哦？做生意哦，忘服务礼民，热心公益，爱管闲事，这个标准难嘛。什么人的金手指？什么人的金手指？什么人的金手指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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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得起，提得起，提得登起！呜！好！那是，好厉害！来，哎 ，music。哇，这个查某囡仔真牛呢，恁姐嘛会晓？小姐，多谢你救命呢！免客气啦，科长吼，伊是你妈哦。红诶，你是谁这水姑娘啊？啊，刚好学妹啦。这恁同学哦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，你好，我叫赵以秀。好佳哉，你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点点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是乡亲，不论娘子妹啊，你看看来是外卖啦。我刚才卖一个吼，几百烧饼尔，安尼哦，都爱拼命演出呢。哎，啊恁大家安尼徛咧看规个仔吼，无甲买一半块仔当去食吼，良心敢会当过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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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来，谢谢，这小饼请你吃，谢谢阿妈。谢谢姐姐。哎呦，来提来提来，你这个囡仔来真乖。哎呦，这是谁的囝啦？这敖噶，有够有礼貌的，去去去，你去吃哈。叫我阿姐啦。妈，你够正经诶，拜托诶，安尼敢对？人家小朋友遮细汉，家人自细汉讲白菜，咱未收过针灸嘛？都对咩？对咪哦？恁哥安尼讲咧，你来讲讲惨咧，你即摆嫌我歹哦？哈？恁母啊，较早吼，我原来美人呢，我十八姑娘一朵花呢，若毋是为着生恁这两个后生哦，找人介可怜，生一个囝吼，落九枝花，生两个落十八枝，生甲恁两个吼，我一挂花落了了，毋要剩一挂草啊！你嫌哪？是我唔对啦，快些。四姑娘啊，方才乎你个救命啊！我是讲吼，无人情可答，不如我都以身相许呀。哈？哎呦，你免着惊啦！我吼，你看咧，你看，来来，我去啦！小姐，这两个拢我后生啦，你看。官大又搁烟斗，我这品质怪优良嘞！恁两个其中拣一个，讲。我妈的！拜托，莫乌白乱讲，迄走囡仔嘛会惊着无？嗯，都无你个，遐无胆，安尼就惊着，哎呦！四姑娘啊，哎呦，歹势啦，有影有惊着哟。我的人生安尼，我爱讲笑啦，你莫见怪呢。袂啦，阿姆，你遐尼活泼，身材阁遮尼好，有你这种妈妈，实在互人足欣羡呢。那都欣羡，你若爱的话吼，啊，都嫁阮后生哦，我做新妇，你就叫我妈妈。讲笑的啦。我头拄仔看你安尼吼，甲我母的摊呢，遮大摊，哎呦，看起来吼，你安尼身段好，脚手阁赞，哎，有在练哦。我自细汉练武，所以有一点仔基础，啊，不过我进步的空间阁足大诶。一支诶，人水心肝好，态度又阁谦虚，足够好，足够好啦，这我介意啦。在听小婷讲，伊敢若足介意花，我若是买花送，一定足欢喜的。虽然讲这是老梗，也不过这是老梗。头家娘，我要买一束玫瑰花。你一人做伤忝嘛，我来给你斗三工啊。唔免啦，啊，拄只只拢小婷在做诶，我只当只手尔，我袂忝啦。啊，你去找小婷哦，伊伫内底休困。哦。
麦领导，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啦。你可能会抓准讲我是人工生巧，也毋过我要讲的，是我的心内话。啊，佫会记得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是宜秀甲你邀入来阮乐舞社，我迄阵看你，佮感觉爽爽。也毋过，毋知影为虾米开始，我去介意到你啊，所以我大概看到你，我拢安尼心跳加速。我跟你讲，你应该知我意思吧？江小婷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？是哦，我唔知要怎讲的。唔知我来用无？沈正元，江小婷的啦。啊，小婷，帮我去买饮料啦。是谁？啊，你安尼讲哦，我感觉注意我啊。啊，咱两个要安怎开始？是，你要坑我？还是我坑你？你坑蒙的！哎呦，坑蒙，坑蒙，哎，坑蒙，哎呦呦，脏东西，抢了脏东西，哎呦，人家脏东西，好嘞。真歹势呢，有你专工替我送饮料来。哪会啦？你这辛苦，我无在伫个身边照顾你，是我较歹势。一点仔拢袂辛苦啊！搁再讲，你即摆嘛无方便曝光嘛。小婷，我都给你打电话，用电话来，委屈你。袂啦，哪会委屈？只要等到我毕业，咱就会当无顾外人的眼光，大大方方做伙啊！到时阵，我一定要让全世界人拢知影咱两个在交往，咱就会当做伙看电影，做伙坐公车，嘛会当做伙吃情人大餐啊！这届。袂过去认唔到人啊吼！对啊，到时阵连我的同学拢爱叫我一声师母，安尼袂感觉真奇怪啊！哪里我这两百万给你，
就算买断你甲医生的感情，别再出现在医生面前。当初你和麦杜了好的妈妈，佮用尽一切的手段为伊看，若想到你即摆暗时知影，必须伊才会。我会随搬出去，我是袂放伊对医生感情的。总有一天，我林光明真会倒来甲伊认清的。你敢真正确定钟老师甲咱学校的同学了会？我见过你。医生无用啊，你想怎？敢袂听你？现在。钟伟刚。你是不是医生？是亲娘妹啊？千万年。